这样怪诡异嘛。没有，在正在洗。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帮你服务。哎，我上面有一点那个像泥的那种胶哈。哦，泥土对。对对对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洗掉，对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有漏了。哎，你这怎么染成那种大变色啊？你的头这颜色怎么染成那种大变色？不是因为我拍戏啊，我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才染。对，其实现在是已经有黑的长出来，有没有？哦、要不然啊，刚染出来的时候像那个绕晒啊，像那个芒果吃完的剩下那个壳，是错晒，上面有毛的。我刚想到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喜欢我们的制服吗？制服、欸。喜欢我们的制服吗？是吧，蛮可爱的、啊。蛮可爱啊。我们的制服店。我们这是那个美容院的制服店。我们的制服啊，就是我们这里制服的这一店的招牌特色。哦。跟店到全部都穿制服啊。对对，喜欢吗这一套？他很喜欢吗这一套？很好看啊，很好看。他按他的右手啊。这样舒服吗？这样舒服吗？谢谢。我很不舒服哎、欸。是，我很不舒服哎、欸。没关系，不要按手、啊。不要按手。手不会滑下来哈、哦。不会。我看他的脸。好，现在啊，许可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现在我数到三，你就握住他的耳垂，好不好？听懂啊、哦？一、二、三，按住耳垂。继续按摩，继续按摩，继续按摩。好，自然一点，自然一点，就当没这回事这样。我数一二三，就抓住耳垂，然后一二三，脸不要微笑，不要表情，绕一圈，继续按摩，继续按摩，啊，若无其事，对。开始洗。一二三，抓住自己的耳朵。等一下，抓住自己的耳朵。一二三，看着。好，可以洗头，没有抓，按摩按摩，若无其事。这样，怪怪的。跟他讲，屈先生，屈先生。先生，你要不要再加一节？不要想太多。你不要想太多啦，好。嗯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。洗头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水温会不会太冷？水温可以吗？会不会太冷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哈。问你是一种尊敬。问你是尊敬啦，哈。尊重。尊重。啊，你如果不识相说太冷，我也没办法。那如果你不识相说太冷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很久没有灵性了。灵性？你很久都没有灵性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来这边，他都一定弄杯。
他已经都有做 special 的，他都有做 special 的，所以他非常 special。 你等一下要不要 special 一下眉毛？眉毛调一下眉毛，眉毛调一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这个 special 要不要嘛？不，我要先了解一下。哇，好厉害，谁受得了？你要不要跟普通人一样？舌头绕一圈。你说做黑吧。屈中屈先生，你放尊重，什么叫做黑的？屈先生，请你放尊重。屈先生，请放尊重。什么黑的？什么什么黑的？我们是做黄的。我们是做黄的。皇上，你不要生，皇上请息怒啊！皇上，皇上请息怒。把那个小狗，我说我帮你抓一下你的龙体，你跟他讲一下说，那个人有点精神，有点那个躁郁症。那个皇上。他就是有点躁郁症，有点躁郁症。啊，对了，真的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宫女，超漂亮。而且他今天扮的是爱妃。而且他今天扮的是爱妃。对，皇帝的爱妃。对，我叫他，我叫他来帮你洗一下。我叫他来帮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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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，不用，没关系的，你叫来没关系的，好怕，真的没关系的。喂 ，Timmy 啊，哎，不是你叫我来这边洗头干嘛？那我刚在中华东路那边也有很多我朋友的那个啊，发廊啊 ，salon 啊，我在那边洗就好啦。那你叫我来这边，然后你叫我找一个人，那个人也不在啊，这很怪诡异嘛。啊！没有，正在洗。啊，洗完给你电话，那什么啦？果然是影帝耶，撑得住。哎呦，我尿快撇出来了，傻眼。果然是影帝，狸猫换太子的太后。爱妃，你刚才讲，如花，你刚才讲哈，你心情不好吗？你心情不好吗？心情没有啊。对啊，如花还不洗头哎。我现在最好笑的是，他实话躺在这里，真的，如花露馅，你的丝袜掉出来了，你看丝袜掉出来了，啊，丝袜掉出来了，讲啊，这个不用讲，没事，好，没事，我今天让你抓得舒舒服服的，好。有哪里需要加强吗？有哪里需要加强的吗？这样可以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好。哎，可不可以冲水啊？等一下嘛。不是，你们这洗一个头多少钱？6万。6万。等一下，六万。没有啦，600啦。600啊。600也很贵啊。大明星怎么那么小气？才600。我这个造型你喜欢吗？不错吧？那个如花跳一段艳舞给他看，来预备起，好酷哦！下起雨烟草，烟草香，你仿佛一股魂，爱一爱。
如何？好，我先下去，然后好，把帽子脱掉来，然后没错，再找你啊，我很快回来啊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好 ，OK， 下去。刚刚那位，他有马上来。刚刚那位帮我洗头的不在啊？在，马上来。救命啊！那个出来我是谁吗？你画的灰我也认得出来。你自己画的好看吗？你喜欢就好了。对啊。吓到了刚有没有把你吓到？刚才有没有把你吓到？还好啦，蛮好笑的。笑。谢谢你哦。哎，可以洗头了吧？你先冲凉，我再冲凉。我没有要做石头秀了。没有要做石头秀。你帮我做啊？对啊。没关系啊，不客气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输金子。魔术在了。